伊头拄仔那歹行遮过，还佫靠这里。啊，冻掉，伊佫行遮。调的啊！我啊！谢谢谢谢，哎谢谢，那边行啊，行边啊，哎行边啊，行。爱铺底哦，袂当铺迄支哦，嘿，爱啷个铺底嘿。无要行大路，哎呀！哦，这个有路。谢谢谢谢谢谢，感谢你们。哦，台南现在啊，风和日丽哦，太阳不会很大，可是很凉哦，风这样吹过来，好凉哦。各地风大，台东哦，台中风也很大。马上要找小哥哥了。麦高嗨。老板娘已经有高兴精神下来了。老板娘打算给我，他过一万块要找小哥哥。哎。那你两个这张哥怕乌呢哦。是咩？你怕乌啊你哦。怕有怕乌哦。啊囉，這邊這裡頭收大啊，我拍到面烏啊。不要緊啊，媽祖婆旁邊有的啊，有一種的碰粉啊，我也可以加減抹。啊，我要找白字啦。咱這邊抹碰粉也不錯啦，齁，蓋蓋水啦。我看喔，那邊就找白水啦。对对对对，还在家里，还在家里。对，现在要去朱哲宫哦，现在要去朱哲宫。哦，搁你别人遐做事哦，啊，家己无开哦。我看这个是啊，其实我拿三四台拢无摕到钱出来啊。咱遐拢红旗，咱遐不错个啊。我怎么会在台南被人家拦截呢？不会啦，我现在都走小路了，就不会被人家拦截，你们就找不到我。下午好，下午好。哎，各位大哥，下午好，下午好。
对啊，乡间小道，风景非常迷人。什么没有出声音？有啊，有出声音啊。哎，下午好，下午好。以后被老板娘赶出来，不用吧？啊，你讲就对啊啦。意思讲我后摆去到多拢有头困无着啊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这甲开船啊，同款，开船啊，同款。下午好，下午好。哎，下午好，下午好。刚刚哪一个帅哥啊？小鲜肉呀、啊！你看小鲜肉有女朋友了，好吧？你又想干嘛？你又想干嘛？人家这个小鲜肉有女朋友了。这行程有寄香条吗？这个有，这个有寄香条。哦，现在要去这一家有寄香条。出声，为什么？下午好，下午好。下午过去你那边，到时候再说，好不好？到时候再说，哎。
对啊，换人了，换人了，换人推妈祖的五轮车了。哦，这嘛一间庙啊呢吼，这间庙嘛盖久啊呢吼。哦，夹头庙。这间庙啊，看起来嘛盖久啊，老庙啊。有睡好，有睡好。哦，晚点去哦，刚好你全家都在哦。OK， 晚上十二点去好不好？晚上十二点到你们那边好不好？晚上十二点再过去就好了啦。是，刚刚好，你家全部都不用睡觉了。欸，下午好，下午好。下午好，下午好。来来来，我等你哦，你等我是不是？晚上十二点我才要过去哦。有没有经过花坛哦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呢。你现在就已经问到花莲那个彰化去了。到时候再说啦，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经过花坛呢。下午好，下午好，各位大哥，下午好。不过你妈会疯掉是不是？那不是疯掉而已，可能你们整晚就不用睡了。好啦，我下午我晚一点再过去你们那边啦，好不好？我晚一点再过去你们那边，因为我家过然后两间庙过来走的，这临时临了又插一间庙入来。即马临时阁差一间庙入来啊，啊，所以可能你也算最后一间啊。哦，家里码头来讲，你也应该算最后一间啊。谢谢。
谢谢了哦，感谢你们哦，感谢你们，加油加油哦，加油加油。下午好，下午好，是不是？你看，你看，是不是？我在这里游山玩水，闯妈做宝，游山玩水。你看，你们就是在那边上班，是不是？是不是羡慕我？是不是？下午这个时间点，是不是就是故意要开直播，气死你们？是不是在上班？是不是？哦，你看，在我看我在外面多逍遥，是不是？想看妹妹就看妹妹。是不是肚子饿了？我想吃东西就吃东西，是不是？你们还在上班，加油！哎，换我要跟你们讲一声，加油，加油！是不是？加油！哎，加油！哎，你们老板就会帮你加薪了，加油！什么东西？哦，超市了，又有人来帮，啊！家里走很久，嗯，家里人比较热情，这边的比较热情，是待很久，啊，很气哦，气是不是？就是故意要讲给你们生气的，是不是？你看，你看我游山玩水，是不是？吃好料的，是不是？喝好喝的东西，我唔知道。阿狗啊，阿大林，我请妈做宝。哎，大哥，你干嘛的？哎，你恰好，你帮我。大家下午好，大家下午好。我们现在要进入嘉里朱哲宫啊，妈祖婆请哦，咱要入庙啊吼，咱要去嘉里朱哲宫。这波金啊，金啊！马这波金啊，金啊！哦，你来电话。哦，马祖宝贝，你去来电哦。
来到这无钱哦。啊，这无钱哦。天圣堂吼，啊，咱这个天上大圣庙啦吼，今日安尼光临，着咱家里朱志强吼，李林会长吼，致喜吼，啊，由咱家里朱志强，啊，咱这个老伯吼，啊，陈顺生吼，率领着这个众大弟子一同在此吼，啊，奉香敬礼吼，啊，礼品吼，礼香。哦，那比如哦啊，咱这个组织中种落下，在大小暖阳出入内外平安顺心，奉香化解大事啊、小小事啊无吼。啊，日日招财又进宝来拜，再拜，来观拜吼。来到吼台南吼，台南这古都啊吼，府城，你看，连同这咱这香炉嘛盖久啊，你看香炉。十几栋呢？啊，十几栋哦。你无甲我讲，我嘛确实袂少年啊呢。这香炉盖。一栋安多年？对吧？祝福千岁。是哦，嗯，咱来到家里哦，台南家里哦，朱哲公哦，吓，我现在已经来到台南家里朱哲公，对啊，啊，妈祖婆嘛，你别休困啦，啊，我先休困者，后来咪要出发，我会阁开直播哦，我若要出发，我阁会开直播，哦，那待会见，哦，待会见，拜拜。